午的太阳超晒，超晒，对不对？然后好像很多人有晒伤是吗？有没有？需要这么晒伤吗？好嘞，你要讲晒伤。我听到此起彼落的声音，但我其实有点听不太到你们在讲什么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就是晒晒太阳，然后可以补充维生素 D。嗯，对，你们都有关心那个最近的新闻吗？对。我没有要讲什么，我是要说，就是阿南德预言，你们应该都有看到，他就是很难得说了一些好话。他就说什么五月的时候，病毒呢就是会以新的形态跟我们共存，到时候呢就是会疫情就是会趋缓，然后他就说到时候呢我们要多呼吸新鲜空气，多晒太阳，然后多做善事，多说好话，不杀生，这样子。是我看到的啦，看到的新闻和你们分享咯，好吗？好，所以晒晒太阳是好的。嗯，好，然后很开心就是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刻，然后还可以来这边唱歌给大家听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希望大家还是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，要怎么样身体才会变好，就是要心情好，就是要很快乐。所以我想你们的免疫力应该就是从今天开始之后就会加强吧，就会人家就会加多少的那种，所以你们就会身体很健康。OK， 好，而且我刚刚买你这首歌，我已经就是把你们的不快乐都买走了，所以你接下来就会很快乐、很快乐、很快乐的过每一天咯。再来这首歌叫 Have a Nice Day。